里好，直接送到那里去。好了，现在呢，这个雾灯就是那个远光灯的模式。现在这个雾灯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把远光灯再打开，这就是叫做真的是在雾里面在开了。远光灯打开，还有雾灯全都打开，最亮的一个模式。把它关掉，这个雾灯说实话很闪瞎别人眼睛的，因为我把那个远光的那个雾灯模式打开了，所以说呢会有一点你看对面的车都有点就停住了，因为他看不见他这边的路。哇，你看这个把这个车在停车标之处右转进入 Metwood Road， 然后右转进入 Kingwood Road。 我停下来呢，你们看一下这个灯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，出来跑一跑还是不错的，能看到很多这种地理位置的不一样的这种天气哈。这是我们现在的天气，小林在这里，你们基本上就看不见我这个了。然后这个是远光灯的一个模式，这雾气说实话是很大的哈。 OK， 还行吧，不会闪到别人。哎，对，这个还行，可以，挺好的。这就是远光灯的一个模式，这个并你们都看得到啊。OK， 走，我们继续。今天开回去有点困难了，好大的雾气啊！啊，这个是在那个舱里面看出去的。来看一下我这个远光灯的效果，这是近光灯，然后呢，雾灯是远光灯的一个效果。这是远光灯。啊，对对对，因为修东西吧。老外吧，可能是。右转进入 Kingwood Road。啊，他是出去跑步去了，还跟我们打招呼。其实这里面都是一些左邻右舍啊什么之类都认识，你知道吗？这里面还可以哈。嗯。哇，这个雾很大，这个雾真的很大。前方零，我已经看不见前面了，说实话。左转进入 Flower Drive。来，再打开给你们看一下。对，那个是天主教。